Hello， 大家好，这期视频给大家献上的是三支来自法国的 Aquilina 手工贝斯，它们分别是白色的 Series 4D、蓝色的 Series 5 Active D， 以及原木色的 Burton 5 Active D。关于 Aquilina 这个品牌，估计大家都还比较陌生。那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这个品牌的生产制作整个流程都是由创始人塞伯斯汀一个人独立完成，那整个产量呢可想而知。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在这个级别的贝斯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在线下体验机会不多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会更青睐于知名度更高的品牌。虽然 Aquilina 这个品牌看起来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面孔，但是呢在所获得的奖项上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在2013年， Aquilina Shelby 这个系列就获得了 NAMM Show 的最佳展览奖。在制程理念上，它也是保持的一贯高品质的用料标准，所选用的木材都是经过15年以上的干燥，硬件电路拾音器也都是采用目前业内比较高端的知名品牌。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Series 系列，这是针对终端用户而推出的产品线，整个设计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像这把 Stand 标准款，它更倾向于爵士贝斯的音色风格，漆木琴体搭配美国枫木琴颈，玫瑰木指板，20品中号不锈钢品丝，41毫米琴枕宽度，34英寸弦长，19毫米弦距。拾音器是搭载了阿圭拉 AG4-70 单线圈拾音器，被动电路控制向前后拾音器音量和痛旋钮。蓝色的 Active 5配置会更倾向于现代的音色风格，同样是漆木琴体、枫木指板和枫木琴颈，21品中号不锈钢品丝，45毫米琴枕宽度，零品设计，34.25英寸弦长，18毫米弦距。拾音器搭载的是阿圭拉 AG5-PJ-HC John East Unipre 前级9伏供电，控制箱有前后拾音器平衡、音量、痛、提拉切换到被动模式。D组套钮的上层是高频，拉起后还能提亮，下层是低频。第二组套钮的上层是中频的增益和衰减，下层是中频的扫频点调节。原木色的这一支属于 Burton 系列，它是针对更加高端的用户而打造，适应的风格也更加全面。琴体使用3拼的桃花心木加一张厚度达到1厘米的火焰沉木，双阶的枫木琴颈、火焰沉木指板、玫瑰木包边，24品中号不锈钢品丝，45毫米琴枕宽度，零品设计，34.25英寸弦长，18毫米弦距。拾音器搭载的是阿圭拉 Super Single 超级单线圈，前级同样是 John East Unipre， 可调性非常的强大。为了呈现一个更好的视听，我们将三支琴都统一更换了非常高品质的 DR Pure Blue 镍钢手工琴弦。我们选用的是音色个性比较明显的一等 WT550 电子管前级贝斯箱头，搭配高还原度的根子勒贝斯瑞贝斯箱体，麦克风使用的是罗德 NT1。 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试听吧。
Thank you.
这三支琴各有各的特点，像 Siri 4音色整体更偏向传统一些，音头的清晰度还不错，大力演奏时反馈也很迅速，琴颈的手感表现还不错，厚度适中，在和琴体连接的部位过度圆滑，高把位演奏可以比较舒服的够着最后一品，整琴的重量大约是在 3.5 公斤左右。 Siri 5因为是搭配了枫木指板，再加上强大的 John East 前级加持，整个音色更偏现代，同时还可以切换主被动模式，满足多样的音色风格。琴颈稍稍有些偏厚，不过整体手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各种细节处理的也都比较到位，整琴的重量大约是在 4.1 公斤左右。 Burton 5很明显整个音色的清晰度和颗粒感都更加的出色，音色很有弹性，而且有很漂亮的鼻音，尤其是用琴桥拾音器演奏时，那种充满穿透力的大颗粒音色让我印象很深刻，估计独奏流的乐手都会很喜欢这样的音色特点。琴颈的厚度适中，握持起来很舒服，在和琴体连接的部位，我个人觉得过渡还是不够自然，因为琴体刚好有这么一块突出的地方，而且也比较厚，所以演奏到最后一品时拇指会被挡住，姿势很别扭，也许手比较大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琴的总重量大约是在4公斤左右。最后呢，我们稍微花些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 John East 的前级，因为这个前级确实是太强大了，而且功能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也是稍微研究了几个我会用到的功能。虽然它看起来只是个三段均衡，但是它每一段的调节范围都是可以自定义的，像高频可以通过电路上的这个小拨盘调节高频的频率点在1000赫兹到7.5千赫兹的范围，如果觉得还不够，高频的电位器提拉起来就可以在10千赫兹有个很明显的提量，中频扫频的范围是在100赫兹到2.5千赫兹，非常宽的调节范围，低频的调节同样是非常的强大，它就像是在低频画了一个区间，你可以去调节这个区间的范围，最低的范围可以在20赫兹到80赫兹，最高范围可以从40赫兹到200赫兹，这个确实考虑的非常周到，而且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设计。通过这个区间的自定义，你可以做到提升低频的同时，又不会让音色浑浊糊掉。总之，真的是一个很香而且很厉害的前级。John East， 麻烦支付一下广告费。除了这些常用的功能，你还可以把低频设定成纯提升的模式，还可以从电路的层面进行两个拾音器的增益微调，可以设定 EQ 打频的状态下做一个 pre-shape 音色修饰，就是对你的高低频做一个小小的提升来润色。因为篇幅有限，我们这里就不做深入的探讨了，感觉有点抢了这期主角的风头，我们还是重新回到正题。 Hello 大家好，这期视频给大家献上的是三支来自法国的 Aquilina 手工贝斯。最后说一说这三支琴的价格，让大家死了心吧，开个玩笑。 Series 4D 标准款的定价是在15800， Series 5 Active D 是在21800， Burton 5是在24800。想到这还是手工琴，在用料和制作上相比量产琴还是要更考究一些，那这个定价已经是相当实惠了。最后特别感谢 Aquilina 中国总代木恩乐器给我们提供了这期节目的评测样品，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合作，给大家带来更多值得推荐的好产品，记得关注捣鼓评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